谢谢，谢谢大家，感谢大家，什么大家？大家觉得快乐吗？大家喜欢这样的气氛吗？喜欢。喜欢这样的音乐吗？喜欢。觉得今天下午在这里愉快吗？愉快。哇，真的，这个场面就证明，其实只要好的安排，就可以这么精彩。大家请看，在这里不但所有的位置满满，没有位置坐的市民涛哥用站的，在后面满满的草地上，你看大家互相挥手，彼此问候。哎呦，你看这个场面多漂亮！哇，这个电视荧幕出来，一定是超级世界级的。看看那个挥手的画面，来哦，大家给自己鼓励一下。我来自于台湾最南部屏东乡下，我当过两个县的县长，我深深的知道，其实市民心中的要求并不是很苛求，其实只要用心贴心很窝心的帮忙安排，让有才华的人演出精彩，让想要欣赏的人一个下午愉快，这就是幸福啊！这就是我们期待的政府啊！政府如果能够有效率把人民的纳税钱好好的安排各种舞台，让各行各业的人演出精彩，那这个城市就充满了活力，这个城市天天都很有趣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说故事给大家听。平溪晃天灯，平溪乡是在台北县一个小乡村，人口才3000人。晃天灯不是我发明的，也不是我上任才有的。我当立法委员的时候，那个乡长就希望我去看，他开车子载我，5公里外就不能走，通通塞住了。他也老早知道，所以他安排接驳车，他弟弟骑摩托车来载我。到了500公尺外，完全连摩托车都没路走，用走的。到那里看几个天灯，里里浪浪，这怎么会漂亮？我当县长，我说现在我有办法统合了，警察局管制交通。交通局接驳公车，还联络铁路局加开班车，环保局清理垃圾，我在天公生农历正月初九放一个超级大天灯，19.8米，创金氏世界纪录，真的飞上去呢。我在那个天灯上，那是千禧年
我们台北县在天灯上写 Keep going 台湾，台湾加油，列入今次世界纪录。全世界74个国家有100多个电视台全程转播，世界看见台湾啊。我就从放天灯我来安排，我让第一批是外国驻台使节团大使代表带着他的家人来放天灯，第一批。第二批就是孤儿院的孩子300人，第三批就是情侣预先登记写天灯，你爱我我爱你，不例外性。第四批就是亲子家庭，透过安排，第一批300人，第二批300人，第三批300人，第四批300人，全台湾只有平溪乡能放天灯。因为我实验过，在板桥一放起来挥进去人家大楼，差一点把房子烧掉，而且灯光太亮不好看。我在平溪乡放天灯，那个周边山坳都没有光害，四批1000多个天灯一起来，那真的是晚上很安静又很暗，天灯很漂亮，慢慢升空，真的是层峦叠嶂，万籁俱寂，寒夜群山，天灯并齐。天灯是这样放出名的嘛，对不对？第二天所有的报纸全部头版头条那一张照片，所有的电视台一再重播，各位开始知道有天灯了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平溪乡3000人本来没有工作机会。